Hello，大家好，我是小田。那有看过前几集的小伙伴们，一定都知道 BGAY 正在努力的拓展，尤其是亚洲地区。最近香港区域的活动代币受到许多人的关注，所以 BGAY 也不遑多让，直接加紧赶快举办新的活动。没错，就是香港区的代币活动。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 BGAY 他们直接提供目前最热门的香港区域代币。以下的代币在现货以及网格交易都会同时上线，并且除了上架新代币以外，他们也有特别为这个活动举办新的奖励。如果对于香港区域热门代币有兴趣的小伙伴们，都欢迎把影片看到最后，这边有许多奖励还有活动等着你们来参加。活动时间2月21号到3月3号截止，所有的用户必须要点击立即参加，还有点击报名才算正式参加活动。在 BGAY 里面所有的活动都必须要像这样子点击报名并且参加才可以真的领到奖励，所以没有点击就绝对领不到奖励。这部分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首先第一个活动就是5万 BGB 充值的奖励，在活动期间内只要充值他们拥有的香港区域代币，并且至少要充值20块美金以上的金额，这样子用户将有机会获得10块 BGB 平台代币，只限定5000名获奖者。这部分是先抢先赢的，10块 BGB 大约是5块到6块美金，所以就等于现赚约 25% 左右。另外他们有轮盘活动，在轮盘活动里面有美金、有 BGB， 还有梅西的签名球衣以及体验券，只要你完成任务点击 Go 就可以参加了，非常简单。那下方只要你完成指定条件的任务，都可以获得到抽奖机会。那下方都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再自己上来看一看。第二个活动就是打卡 BGAY 香港区，瓜分8万总奖池，活动时间是在2月22号到2月28号。只要打卡香港区代币，种类越多，奖励越多，就是收集香港热门代币的意思。总奖池就是2万块美金，香港代币总共超过20种，只要收集指定数量的香港热门代币，就可以获得到相对应的奖励。收集12个就是获得50块美金，只要香港区的现货交易量达到500块美金，就可以瓜分5万 BGB。 接下来是活动3，首次 P2P 入金完成香港区交易就会送10块钱美金，这个活动只限定200名，新用户老用户都可以参加，一样必须点击报名才可以得到奖励资格。所有的奖励都会在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你账户。那要搜寻香港区域代币非常简单，就是进入到 BGAY 的官网，然后往下拉，点击香港，在这边所有的代币都是香港热门代币，大家都可以上来研究还有观察任务所需的代币。那在 BGAY 最新的活动简单讲解到这边结束，先别走开，现在要插播一则小田福利的广告。只要使用影片下方资讯栏注册的小伙伴们，有注册的人我这边都会开放1对1的教学，让你手把手任何虚拟货币相关资讯的问题直接询问我，你们也会更安心。第二个，对于合约或者是跟单不了解的小伙伴们，除了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资讯卡了解更多资讯以外，也可以加入小田专属的合约跟单群组，那所有的内容一律不收费，所以遇到如果有收费的人一律都视为诈骗。加入我们的群组，我的理念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长久稳定的收益，并且没有门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将风险降到最低，安全至上为主，然后我也不会以高报酬来诱惑大家，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细水长流，并且每一个礼拜我都会抽美金给有使用我注册邀请连结的成员，也会不定时申请周边还有体验金给你们。在群组里面有代单老师，他们会报单，大家可以研究胜率再来参考，在体验的过程中不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上课程或想学习知识的这部分也不用花钱，不用去外面花2-3万去学一堂课，在这边都会免费提供给你们。接着就是最后一个，很多跟单员不知道怎么选择，没有关系，在我的团队里面也会提供独特的跟单员，那你们也可以看跟单员的绩效再来决定要不要入场都没有关系，如果不喜欢随时提款也都没有关系，一切以安全为主。好的，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讲解，如果这集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不吝啬帮我按个赞加留个言，保持善的循环，感谢你们感恩的心，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史蒂夫钻研全球投资机会，戴夫经验如何成为60级巫师，
史蒂夫追踪新闻动态，掌握最新市场消息。戴夫关注最新的猫咪影片。史蒂夫为极具潜力的投资建立了关注列表，戴夫也有关注列表。为什么戴夫和史蒂夫一样是投资高手？自动跟单史蒂夫的交易活动，每当史蒂夫进行交易时，戴夫都照做，效法史蒂夫成为交易高手。